想赢得超级大奖200,000新台币吗？想赢得这笔奖金，记得收看 MTV 台新节目《今天扣了没》，每天下午1点到2点，以及每天晚上8点到9点。每天我们都会在 MTV 台送出大笔的奖金，然后不是玩游戏，你就可以赢得这一大笔奖金。每天我们都会在 MTV 台送出200,000元的奖金，记得收看《今天扣了没》。嘿。嘿、hey, 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Simon， 很高兴在这边又看到你们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跟往常一样，我们要玩这个游戏。只不过这个游戏，看起来很特别的一个形状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些红色的字母。OK， 那你要帮我做的事情是只有一个，就是把这些字，你要选一个字母出来，然后当作第一个字母。其实，在这么多的字母里面，只有一个字。如果你答对了，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，请赶快传简讯到382910，那我们马上会送出1000块的奖金给你。我们有5000块的奖金。我们有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有六个字母。这个没有很困难嘛，这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题目。然后你要做的事情是，只是把这个字帮我拼出来，然后马上5000块奖金就是你的。我们再看一次，我们有 A， 有 N， 有 E， 有 R， 有 S， 有 W。所以你要帮我做的事情是，把这个正确的字帮我拼出来，就那么简单。然后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，请赶快传简讯到325810，然后马上5000块奖金就是你的。对不对？你现在手边有字典的朋友可以把它拿出来翻。哎，你要想说是哪一个字先开始，是 A 还是 R 还是 E？ 不管怎么样，你只要给我一个字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正确答案知道的话，赶快传简讯到荧幕上这个号码。OK， 马上传简讯到现场这个节目，到现场这个号码，然后马上把5000块奖金送给你。OK， 这样好不好？所以我再给你一次提示，是比如说我们有 A， 有 R， 有 E， 有 W。OK， 你要做的事情是把其中的一个字替我选出来。OK， 当作是开头。OK， 当作是开头，没有并没有很困难。OK， 也其实也不是很简单。OK， 可是完全是靠你。OK， 你必须要马上做一个决定，是哎，到底哪一个字？因为时间的我们时间一直在过，对不对 ？OK， 你随时可以赢这笔钱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们现在时间一直在跑，所以你要做的事情是动作要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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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快，然后赶快告诉我说是哪一个字。比如说我们有 A 开始，或 E 开始，或者是 R 开始，不管怎么样，然后你是坐在电视机前面，你要替我做决定，然后告诉我最后答案的人。如果你最后答案知道的话，赶快传讯息到荧幕上这个号码是2910。那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马上把这笔奖金送给你，就那么简单。就你要动脑筋想看，再看一次这个题目。你说我们有 A， 我刚给你的提示已经很清楚，对不对？是会动的东西。你要这样，会动的东西有哪些？你看一看你附近，搞不好就在你现在坐的沙发的旁边，会动的东西，对不对？然后有一定的体积，然后还有什么？然后再看一下，你要从 M 开始、O 开始、R 开始，还是 B 开始？你要这样想，什么东西是会动的？什么东西是也许你家就在你家附近的？然后什么东西是有一定的体积的？然后什么东西是藏在这些字母里的？你要做的事情是这个，所以你要想，比如说你要从 M 开始，从 O 开始，从 T 开始，从 R 开始，从 S 开始，随便你。OK， 你要做的事情是把这9个字母，然后找出一个字，然后告诉我，然后传讯息到578578578，告诉 Simon， 这个就是正确的答案。OK， 我1000块奖金马上送给你。我现在希望坐在电视机前面的你赶快打电话，因为很多人已经知道答案了。你不会是唯一的一个，很多人已经知道答案，所以你要赶快把你的电话拿起来，然后我希望帮助你得到这笔奖金。OK， 所以我们再看一次，有 M， 对不对？有 O， 有 R， 有 K， 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做的事情是把这些字母，所有的字母都放在一起，然后告诉我说，Simon， 最后的字母。最后的字母是什么？你要告诉我，Simon， 这个字
就是这个字，然后那1000块钱奖金就送给你，就那么简单，对不对？你要这样想 ，OK， 你刚回到家，然后你很累，然后坐在电视机上面，然后坐在电视机前面，对不对？所以跟有一个人在这边跟你玩这个游戏 ，OK， 所以我们现在要合作，我已经给你很多的提示了，它是一个会动的东西，它有一定的体积，然后它是在你家附近，很多。你可以看 ，OK，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是把这些字母全部放在一起，然后告诉我说，嘿，最后一个字是什么？然后传讯息到578578578，然后告诉商人们，嘿，答案就是这个，好不好？你再把这些字再看一次，所以我们有 M， 有 O， 有 T， 有 R， 有 S， 有这些有九个字母，所以我需要你帮我做的事情是，把这九个字母选出第一个字母。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，我再帮你们解释一下这个图形。所以我们现在有九个字母，对不对？有九个字母，所以比如说我们有 M， 有 Q， 有 R， 有 B， 有 I， 对不对？所以我要你帮我做的事情是，把这个九个字母好好一起看一次 ，OK， 然后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，比如说，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个字母，也许你看到的是 M， 所以我们看，比如说有 B， 有 I， 有 O， 有 R， 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些字母都放在一起？然后我要你帮我一个忙，是拼出最后的那个字 ，OK， 比如说，我可以从 R 开始，对不对？我可以往旁边走，哎 ，R B， 可是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字，对不对？或者 OK， 我可以从 T 开始出现 O， 或者是 R， 可是好像又不是一个字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要你做的事情是再把这个图形我们再看一次，对，你真的要静下心来，然后好好把这个图形看一次。其实答案其实就在这个画面上，对，如果你可以答对的话，那笔奖金马上就送给你，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再看一次这个图形，其实答案已经在画面上。然后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忙是赶快打电话进来。